哎呀，我是二米。高端的啤酒咱们喝了不少啊，有山泉、雪花梨，有可能确实好喝，满满的高级感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形式大于内容。那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讲啊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很明白？它需要好几下子，不一定很明白，让人咬一顿劲。泰山金主也相当于啤酒中的贵族了，它是属于泰啤中的高端产品，400块一瓶，购置好几对金牛。这是一位粉丝送过来的，他的名字叫最漂亮的眼睛撒谎。感谢赐酒，这是纪念泰山啤酒什么改制20周年的纪念版，据说好多人都赞不绝口，我不一定能喝明白啊，咱们试一下。吓我一跳，初闻有一股酱香感，就那酱油味啊，咱倒出来看一下。我去，一口就几十块钱，闻起来是不错的，再加盐。这泡沫啊，按说这么高端的啤酒应该有奶盖，是不是因为我倒的原因？这酒的颜色就有点像那种西式的可乐，红糖粉。它泡沫很少，按说像这么高端的啤酒，泡沫应该是很丰富的，而且可以形成那种奶盖的。它的瓶身就是这种黑色的，一点都不透明。先看数据啊，原料水、麦芽、小麦芽、糖浆、啤酒花酵母，酒精度10度，原麦浓度22皮，产地山东省泰安市，净含量798毫升。数据就这么个情况啊。闻起来甜感很足，麦芽味也很足，来试一口吧。未成年的禁止饮酒，严禁酒驾。入口微苦的口感，但是你入口的那种味道哈，是那种甜香感，有一股那种糖浆味儿，沙口感很足，整体有那种很浓郁的麦香味儿，然后最后是伴随着那种苦香甘甜在你的口腔里面就慢慢的释放而来。我可能有点喝不明白，但是感觉很高级。我喝了这会儿的时候，它苦度在增加，但依旧伴随那种甜香感，那种苦味和甜香感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啊，先有苦，然后紧接着后面伴随那种甜香感，这给我感觉啊。咱弄点生蚝啊，咱为了配这么高端的啤酒，我还特意去买了生蚝，高压锅生蚝，一个蒜蓉，一个是辣根儿，哇，肥肉。哎，最近不景气，咱们就简单吃一个生蚝啊。我们这种富人，人都不是一个人，人都吃青菜，富硒的，就是我们这种穷人才吃这些东西。哇，这酒怎么说呢，就整体从那个包装啊，包括那个封条啊，还有瓶子啊，包括那个口感口味都蛮复古的，然后喝起来口感也很醇厚，但好喝不好喝，它的价格就有点贵。哇，通通酒精度是多少？我看一下，酒精度10度，我才喝了不到一杯，这就有劲儿，我能感觉到。但对于精酿来讲，咱们在咱们国内起步是比较晚的，在这百年未有大变局以来，新的时代必然催生新的理念，包括一些新的消费主义啊，还有新的一茬韭菜。像这种高端啤酒，咱普通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，因为咱普通老百姓平时喝的都是9块钱一瓶水啤，然后就突然来了一个400-500甚至1000块钱的啤酒，这就好像你倒退个。倒退多少年？倒退到2004年、2005年，那时候大家都用诺基亚。然后突然，你身边的同学或者朋友手上拿一款iPhone 14最新款 iPhone 14 Pro， 令人错愕，很震惊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，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接受不了，而且这种东西在咱们老百姓眼里形成大于内容，就看起来特别傻缺。哇，主要是一群发烧友，还有一群送礼的人才会去买的。你包括如果不咱们粉丝过期这个酒喝，我也不会喝的，因为它脱离了咱们底层老百姓的一个消费水平。但是东西对于企业来讲，这种高端东西肯定是要有的，虽然我们不关注，但是有的。看看能不能倒出奶盖来，还是没有出来。这不因为这个酒它过期的原因，他跟我说的时候，这个酒是2021年7月份生产的，但保质期是2年，还有2个月。我讲一会儿乱，你们自己梳理一下。哇，就咱们国内的高端啤酒啊，雪花梨也好，
包括这个泰山进口也好，就好像咱们虽然疫情三年过去了，然后这个管控也开放了，你包括前段时间的五一假期，五一黄金周，全国各地的旅游欣欣向荣，特别是我们山东的淄博，载歌载舞，一片盛世景象。但实际上呢，有点外强中干，总感觉就有大家有力气啊，就使不出来的感觉。东西呀、啊、原材料啊、口感、啊、味道、啊、都有了，但是跟咱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。我这样讲你们应该明白哈、啊，就跟那个酒一模一样。而且这么酒你还不能大口喝，假装着呢，抿一下品一下。朋友的话跟朋友聊天啊，这个牛逼啥，我就无所谓了，我不需要人家才有那闲工夫听你去讲你的一些经历、一些苦难，因为还有别人增加负担，然后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好了，不要麻烦别人，也不要被麻烦。要不争取把这一瓶喝完哈、啊！我这五十个生蚝，这蛋白质什么时候能用上？哇，好撑啊！咱们吹会牛逼吧哈！我最近老是收到一些私信啊，咱们一些比较热心的那个粉丝哈、啊，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出谋划策，那我怎么样拍，怎么样拍会比较火一些。说句实在的哈、啊，其实我已经火了，而且已经很火了，火了就这样的。其实你们给我出的一些主意啊，我都有想过，只是我觉得有点，我说呢，我脸皮比较薄一些，我短板，我不光脸皮薄，而且。我一直想方设法的去改变一下风格，然后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是什么都想拍，什么都拍不精，但是承蒙大家的喜欢哈，我仍然在这条路上砥砺前行，在坚持着。然后这个事儿往大了说，就给你一天带薪划水之后的一种休闲吧，一种快感，但是一直都没做好，我很羞愧。我吃个生蚝努努力啊。其实这个视频不管排的好与不好哈、啊，但是排名已经在这边，400块的啤酒，50个生蚝，可以三连。大家不用去数哈、啊，差不多。太撑了。OK， 咱们总结一下，我先擦擦嘴啊。太皮高端啤酒咱们喝完了，首先劲儿很大，现在运动乱象，然后以至于我现在讲话讲的有点不利索，然后你们也多担待啊。然后再有就是，不论是包装、闻香、口感，虽然有点喝不明白，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满满的高级感。就总体而言，喝的是蛮顺口的，但是价格有点不值。